有粉丝问我，我在中国怎么开车？我有驾照呢。你只有俄罗斯的驾照就可以换成中国的，做一些简单的体检，完成科目一就可以拿到了。我来中国真的被惊讶到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智能汽车，没有人工的那种。今天给大家看看有多方便，顺便给车子洗个澡，扫码就可以洗车，而且只要三分钟就能搞定，24小时营业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在俄罗斯洗车太麻烦了，又累又慢，排队很浪费时间，服务费也很贵啊。YIGOLI智能洗车便宜又省时间，直接在小程序上搜索附近站点，还能看到排队视频，这个真的好厉害啊！而且中国这么大，YIGOLI智能洗车站全国各地都有，4000多个站点，我在我们自家附近都有。What? 不敢相信有多方便，现在洗车都这么智能化了。我只想说，在中国生活真的很幸福。